Thank you.
太激烈了，走吧，我们一开始放松了。一号场还是比较危险的啊，一号场比较危险。这个场是最好的，这个场高嘛。对，这个和那个中间，就是中间这俩场是质量最好的。又一球啊？第二，没有，我们球就放在上面，不会丢。放在上面了，这再也见不到了。啊？见得到。见得到。那毕竟扣的还不少好。你能够得到那个篮板下沿吗？啊，篮板。啊？能吗？这个高的地方，宽够不着，但是那个抱的够的，抱的够得着吗？哎，你能够到篮板下沿吗？32万，八号，他是在楼下。